我永远不懂得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子行为模式，这样子的语言方式，这样子的成就，今天接触了科技又会变成这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但是当然，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还是每个人也好，日子还是得混下去的，没有错。只是我不提出这个观点，没有提出这个哲学世界里面的事情。台湾这样火，那也没什么问题的。但问题就有一个，对我自身来说吧，我知道了，我不讲，我再去观察去，我不对的，因为我也是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同一块土地啊。所以我不说，我觉得没有负责任的，所以在尽量吧。其实我那个头脑那个已经没有办法再充电了，所以现在叫我写一篇文章，由头到尾贯彻清清楚楚，我已经做不到。实际上做年龄是这样，今天做图书馆里面做了半天，有一点灵感，我写一个两张海报，可能两天都很困顿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然后中间我靠意志，我被逼迫我继续，对不对？但现在我不同，你叫逼迫我用意志，为啥不可以啊？我有一点不甘愿了，我那老了，马上就死掉了，为什么要负担这些？这个对我们真的很困扰。所以我在勉强试试看，回到我年轻时代的哲学世界，是不是对现在的应该有一点用？那只按照我现在的哲学观点等等等等，我就不必，懂我的意思吧？这些东西我现在必须要回到二十岁前面，一定当然想在台大读书，一定当然想刚刚来教书的时候，也想开始在台大教书。我都时常讲那些话，我做梦都有被迫害，真的，我终身有一种被迫害狂，做梦都没有。现在就干不出来，最明显的一个梦就是，好的，我出去回家来，回家来一看，整个屋子被学生占领，所有东西通通没有，我就生气，想去找校长，对不对？怎么去找校长都到不了那边，找不到，所以我就懂得那个谁。写那个城堡可不可？他想到一个地方，怎么都到不了。他想说一个事情，怎么也说不清楚，心焦灼，没有人懂你，没有人怎么说、啊？真正的按照你的理想和你合作关系做什么事？在我一生中。年轻的话，不能说是外界如何如何，因为我自身就有问题，我没有与人间的这个观念。你说什么师生啊、兄弟的、啊、姐妹的、啊，什么家庭啊、社会，真的，我那个对我来说。不只是淡薄的，我都逃避掉了。你是逃避淡薄，我也搞不清楚，我就不会有这意思。我也没有什么国家民族啊。我看到人家北韩那样子行军，对不对？又觉得很古怪，又觉得很可怜，又同情他，我还想哭。看到什么游行啊什么的，怎么这个群众那么听话，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天！但是相同的，我们一看电视，一看电视上那种状况不是一样，怎么人间就是这样的？叫我一个人管有什么用？没有用，就干脆不如死掉。所以
年轻的时候还有浪漫小说啊，就是老了没有那种浪漫心情，就是赤裸裸的面对这些事，赤裸裸面对我当初在台大的时候，我不弄回来。所以我就既然是这样子的，我就试试看，这样讲我自个这个世界里面的事。我是试试看的，没有想到，今天第五次，第一次是在学校，第二次是在电厂，第三次是在中原，第四次上一次，我觉得上一次讲的交代的还算清楚，还算好，哎，对不对？哎，对，上一次，后来还是因为那两个人提了几个问题。提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因为触及了我那个真正的这些点。哎，那个东西也没有，两个东西都没有来。那个同学福大的啊，他的问题是很好的，但是他是完全线性思考，他自个儿在绕圈子了，出不来的。后来我说你不要问我，我回答你也没有用，你要管你自个自个回答你。他好像听懂了，因为在那个历史博物馆我已经跟他讲过，我觉得那个同学有进步了。今天虽然没有来，其实他是有进步。我们那个李老教授更不要讲，他都很少来，他都做到那个要点。他是因为他是物理，中间师大物理系。他是一个科学，他竟然问我说：“中国文字和西方不同，拼音文字是线性逻辑。”我讲书里面说是中国是意象逻辑，这个两个之间讲，哎呀，我还吓一跳呢，因为我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以逃过，就在社会人类学里面。我知道中国文化是在农商文明的时候一个大的关键点的，但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了，你怎么记录？按照后来的文字记录当时的状态，这个怎么连接？就是姚博问我的问题的关键。就算我知道近三千年人类是怎么回事，这些西方人也知道，那个 Lewis Strauss 还是另外一部。他知道原始人是一个图像图形的思考，对我来说，哎呀，我跟你讲，你按照线性的西方的拼音逻辑思考，知道它是图形，已经很不简单，他们说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图形。所以，我可以把那个黑桃的问题。要是唐三出的社会人类学说，我就叙述现代文明文字以后的社会前面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人类文明一旦变成文字，虽然我们是图形象形，你一旦变成文字，你还是线性思考，你就随着那个字走呢。随着字走之后，你被字限制了，你回不到那个字原来的图原来的状态。而且很可能，你线性的时候用的文字太广，一个文字和文字之间的组织和技巧操作太厉害了，这就是战国的特色吧。你看那个三个代表，一个孟子，一个荀子，一个庄子，再加一个韩非子。你看他们那个操作文字能力是技巧就高，聪明绝顶，把握那个道理。你看那个荀子啊，把孔子哲学转换成那个样子，真是我觉得真是糟糕透了。就是
到现在为止怎么讲？所以战果为民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是象形文字图形思考的文化人民，但是你一旦大规模的编纂文字系统和文字技巧的时候，你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图形消除掉，你根本没有看这个文字的基础和文字设计的广大的这个宇宙的事实，你一看不见。这个对我来说问题严重是严重在这里，就是因为看不到这个大的事，只看到文字里面操作的很巧妙的一个说法，一个庄子讲寓言讲故事讲多漂亮，到现在为止没有人领悟到，你就知道那当初你我念庄子的时候，念一条记一条，念一条记一条，后来到了差不多40岁以后，我读清大学50岁，我懂人类学了。哎呦，我在想，我惊讶，我好可怕！你像荀子讲天论啊，就是孟子稍微好一点，他满天论的，还讲好人之气，那人里边的事比较好一点的。所以你完全拿那个荀子、庄子、韩非子来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哎，我觉得。很可怕的，都是一些技巧，文字的技巧的，所以会到汉朝会出董仲舒啊，还有关丹子啊，好一点看贾谊这样子，因为什么？贾谊也是儒的，贾谊父汉朝不是父吗？他文学家、艺术家，他比较更好一点，所以你往后。只靠文字发展的文明，就是我们一般爱好的。唐诗宋词啊，汉朝的古乐府啊，所有的这些东西来源都是古乐府文学来的。但是一提到古乐府，我就气死了。真正的古乐府根本就没有在汉朝以后的东西啊，古乐府怎么可以按李白来讲？真正的古乐府是我在那个典章的时候说，那个是隐士的问题呢。真正那个古典的中国音乐是雅乐和那个孔子更早的那一批隐士，他们唱的那个歌写的那个诗才是真正的古乐府呢。这个好了，把那个都能删掉了。什么是文学源头啊？那个协力杜尉李延年，好了，官家规定好了，你还有什么文学品？像南宋宋徽宗设立画院，你还有什么艺术品？你现在你什么东西要靠什么大学，哈佛也好，北大也好，通通失望。其实。结果讲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文字越来越技术太厉害，发展你的灵感来操作这个文字来进行，越准确越漂亮越有技巧就越窄，那个人就被几条文字限制了。我中间也是一样，宋词我都背过40。后来在哲学里面太久了，艺术里面太久，慢慢体会才晓得，哎呦，就我这个印象文字不能够和这些文字艺术来比，根本两回事。再慢慢解读那些东西，这个说起来夸张。我画画一直画到40岁左右，我必须要放弃，因为什么？因为我懂了哲学。原来这个只有哲学才能够把这个世界开拓出来，比较广大，比较深远，涉及文字一切。就是为了这件事，第一，我必须放弃音乐，我一爱好音乐什么我不会。第二，就是连画，我以为我能把它给画画，不行，画了也放弃，什么都放弃。
专心到科学里面去，这个没有人会想跟我聊。我再从26岁重新念数学，就是我自个儿念。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第一本书就念《菲利普》，就《维也纳生活》（Brussels World Science）， 里面最重要就是非欧几何和线和自然算术等等，解释相对论。所以这种情形对我来说并没有两个人互相捧到互相干的冲突啊，我没有办法，我不是这样看。我跟你们讲，我一直强调那个，我从来在哲学世界里面，我设定我只是一个人，不是那个文艺复兴以后希望大规模中产阶级夸张夸大的 individuality 的个体性格，一直到启蒙运动、浪漫运动，哇，一直是这个潮流。因为什么？他们那个宗教和那个贵族压迫太大了，我们没有，所以咱们那个个体性、自我那个太强。有没有好过有啊？逼着那个人一直向那个真正人去做的事情来进发。我告诉你，这是科学的问题。第二个是这样做，康德是这样做，艺术中表现，人们看就不如本。所以，这种情形和中国来比，真是太不相同了。所以我在。差不多吧，是从希腊又回到中国，回到中国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写中国经济数学，在威尼斯书院，再回头来，好吧，把中国整理整理清楚吧，一整理，很显然，一定要涉及到这些两三件事情。不涉及那两三年以前，按照后面来讲，大家通通讲高调啊，又通通是不正确的。所以你怎么看中国是从那个法家秦始皇以后看呢？你看哲学怎么可以只停留在孔子和老子呢？你看艺术怎么只看到宋徽宗画卷呢？因为你看文字怎么只看到那个汉朝许慎？魏晋沈约讲的文字学，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慨，这个都不是根源啊。我在写这些那些什么中国文化的开拓与探源而做。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办法讲得像今天那样清楚，因为50岁，人生都是天生。我的人生根本就不怎么用，我因为幸亏我这个人也没有用，就庸庸碌碌这样做，一直做到今天，还是一样，还是纷纷打的，就开掉。那有什么啊？就是刚才我讲的，鞠躬尽瘁，这谁讲的？诸葛亮。诸葛亮。啊，就是的。所以最近我们很多希腊老师的老的这个嘛，中国的这种私家的私家，那么我说呀，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好像是说我要不要请个医生，我没有那种观念，我活的时候都搞不清楚，先管死后。对我来说就这样简单啊，对我完全了解孔子了，为什么生焉知死啊？因为不是一个原则，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人那个人的事实嘛。就是你怎么说？你今天我一起来，今年做什么做什么，你都没有很你想按照你的规定去做，你该想什么死以后如何如何？所以我反对宗教，反对一切现代的宗教，通通讲死了。
是不是？那个是很古典、很迷糊的讲法。耶稣是在多长时间？那是因为我们生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那只好等死后，对不对？因为都很穷，又没有钱。那耶稣讲究禁欲，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同学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啊。我说你们不要弄错，所有宗教都是讲禁欲，但是所有宗教讲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说那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你把那个做不到的事规定在放在你的指标上面，你才努力爬爬爬爬到那个最大可能的禁欲，而不是真正禁欲了的，哪里有那回事？生殖器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从你生带到你死。所以我在为李尔克写一本书，李尔克今天就是告诉我，人一生的最大困难，通通集中在你生殖器，就那么坦率。他是真正懂上帝、懂天使、懂耶稣、懂现代的。所以我碰到很多类似这种事情，你说叫我把文明从七月七七古代今天什么什么，我就没有办法了。你说把我这个人从七月七七，我是老师，我是哲学家，我是什么？因为没有意义，只是一个人而已。这个没有想到，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而已。要是我必须那个触角伸到各个地区、各个文化、各个角落，统统伸进去，什么都学过。我在懂得孔子讲好学的意思，所以我在懂得像斯宾诺莎，我们怎样想办法在这困顿、不可收拾的负担的世界，尽量把它减轻一点。和那个上帝稍微接近一点，这是个极限的问题呢，那不是轻松的事呢。他一定处理现实到一个极限的问题，还达不到的时候，才会想到，他不是我的事，是上帝的事。只不过他不把上帝当上帝看，他把自然当上帝看，这是我注意到的。这种经验和中国是接近。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些观点，讲良心话，是我读中国书，慢慢累积成的一个 idea。怎么累积成这样的一个 idea？ 好像中国人本来就通过中国的历史演变吸收它，就是这个。所以当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人，不是那个西方人讲的那个孤独家，也不是那个 ego， 也不是那个 self， 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就会和人类那种观点讲，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告诉你，都到六七岁了。从前我还想，活生死之后，可以一两千年的那种生活。这个后来我们的遭遇是相反的，就负担更多。好处是，我自身把我自身更大的解脱，没有办法负担的。所以这样子一负担，那就照着那个。一粒沙含着一宇宙的方向，从前追溯我，追溯到千年、几千年，中西文化一样，所以我才敢讲，我所有的观点，你现在叫我提出来，有关整个人类世界九千年的文化，在这里面我们才知道那个工具、文字啊。
相同或者不相同，那些细节慢慢慢慢在了解。不只是我们像达文西画很满意的画，就代表文明，不是。那像麦克兰就呢，无一无故，他有天才画就画，有天才刻就刻，就每天那样做，每天那样做，无一无故的活到老，死老死来。原因呢是这样，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应当不要过分在意，在文明里面工作，文明里面做事，文明里面做人。所以那教授问我很多这些问题，对不对？很明显的告诉我，他只在文字世界里面转，那就一条路。西方人清清楚楚告诉我，那叫线性文明。线性文明怎么办？我设定一个开头，我就不顾一切了，把人赶开，一直往前走就往。只要你有那个能力设计，你还可以往前走的，懂我的意思吗？经过那个设定是人家帮你设定的，你还往前跑，简直是一塌糊涂。所以这就是那个丢他们。西方的现代艺术的宝贵点，宝贵处之一，先找到你自个儿吧，先找到你和自然的直接关系吧。告诉你，这些灵感我都是从西方里面学会掌握到的。所以我在历史博物馆那样讲一个阴阳派的中央的话，虽然啰啰嗦讲了一大堆，我不那样的扩大来讲。但我相信我那一扩大来讲，大家都没有兴趣，因为什么？你走了一条线性的单行道，这个人都是这样。你说什么，他都说啊，什么人说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他什么时代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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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都是什么书里面什么什么，让他不要看。从来没有人和我讲，在哲学世界里面说他自身说什么。所以，我到一直到了前线日子，到了中原大学了，对不对？我在大幅的展开听我自个儿讲话，至少我提供了事实。我没有办法给你结果，我给你答案也是白费，是我的答案，不是你的，你必须要组织吧？对的，你可以去听一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个天行健不是外面的事情，不是身体自来看你自己。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地，东啊西也好，讲到人的那些根本的地方，人类从来没有改过的。改是什么东西？改就是我们用的工具改的，穿的衣服改的。我有冷气机、空调，什么什么机械，讲那些话对我来说，跟这些东西通通不重要。什么东西重要？人类只有一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你设法叫你自个儿今天心情好一点吧，这才是真的事情呢。这个我发现讲心情哲学的不是西方。因为他们讲的东西都讲宗教主义，他有一个依靠。中国人没有依靠，讲心情主义，依靠主义。所以孔子的福气，他有那一个说法。那中庸就是讲这件事。不管心情调节也好，什么问题都没有，很容易有问题，天寒地冷。所以。假如我们可以把中西的问题从文字差别找出它的共同点，才可能将来的文明，东方的也好，西方也好，中国也好，西方也好，有没有一个可以共同可以把持的东西，走向一个比较平稳好的，大家心情好的东西，不是消费品更高，市场更大，不是这样。
我相信现在那些高速度、高科技、高现在传销啊，高技术、高速度、高消费，就这三高，那些科学家、那些制造家、那些财阀，慢慢就慢慢使用这个走向大众化，走向大卖场的关系，一定要解决才可能。真正的人没有分中西，没有分东西。我告诉你，什么时期我们曾经赚做到过，接近3000年以前。所以，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往前追啊！越往下面越完蛋，越往下面高消费、高速度、高科技，差别太大了。尤其对于教育本身来说，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关键年。我们的学校里有深深感觉，大学里面，你将来收的学。有旧的其实重要，新的开始。你今年没有好好的注意各种细节问题，制度已经不可靠，没办法。先为人和人之间找一些好的基础，你明年问题一定能到，一定到。你说的哲学的人呢？我们想到的是一个久远的事情，我们想到的是一个真正作为分辨关键的东西，这个都是哲学可以做到的事情。你说能不能做到，那我不知道。之前你连这种事情都想不到，虽然我想的都是天上的阴谋人，但是你真有那个天上的阴谋人的世界，你就会了。爱因斯坦想的那个真正的空间世界，就是那个不言所解、空空荡荡、茫茫茫茫，像梦游一样。他摆脱了所有过去的那些东西。20岁到25岁，抓到了一个相对的空间。你在固定的、已经历史既有的空间里面，你想象的了，那是不可能的。一个前进的，一个牛顿就在你身后。你必须是你自个儿变成一个物言佛界大的空间意识，走千年、万年，超过所有既有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你。被逼迫一定要找一条出路到那个大世界，假如你在那里面满足了，蚊子说一说你就满足，蚊子不好再来抓来抓去，那你可以分析他什么都不要。有的人就是不能忍受这样，我不可能在那里面，我必须要找一条路，我们找个出口啊，那个窗口很难找。我告诉你，真正的科学家就找到那个窗口的人，最著名的那个人叫爱因斯坦。所以你说像孔子、老子一样，你不要看他说的什么生活是什么，那只是一小撮的面对的事件而已。但他处理那个事件，竟然是那个空旷无边的、上下古今几千年的历史背景。然后他没有那样能力去做这件事，这样去做事的话，他的名声、力量、影响会几千年啊。所以讲年轻话，你说别人了不了解我，对不对？因为我做的不是这个事，我做的是清明一下的事。因为什么？因为我平生从十几岁就对一千年以上的人对，为什么会这样回事？所以人类，我发现这30岁不知道，只有在纪元前3000年、3到3500年，
那个时间的时候，全世界都淘气我。我在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这个陶器文明上面的图形都是非常类似，颜色都非常类似。最早这个连起和酒，这个比那个肉果更古老，还用一些绳子、一些树叶压于什么印子上。所以在那种状况里面，我不是说它好多么好。我们是发现，其实我这样说也是用线性的说法说它。只有那种状况里面，就人操作自然物而有的文明的时候，它才是真正和自然直接相关的活的人。以我们现在来说，那原来是人类唯一可以真正存活的一条。我告诉你，一江半水要不一江花，不是巴洛克时代的那个谁，尼波兰的花，是不是他要不大自然？只是当时科学发展，否则影响他们也很大，所以他们活在那个夹缝当中，其实蛮痛苦，连高跟他们都很痛苦，单独的。所以假如人类在这种状况里面，我们才晓得，因为最简单的用自然物当工具而生活的人，才是那个真正和自然直接相关的，你有真正的生活。你不是艺术家，但是你有生活。我在历史馆就讲这个，因为我发现科学发达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基本上经验到这件事。我们学的阴阳什么话，你还不懂到的事。所以我们一旦懂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感性的时候一直说，没有自然就没有人，没有人就没有人。你先设法恢复人和自然的直接关系。所谓人和自然之间直接关系，就是消除我们以教育和成长学来的一些东西，就都不会做的事，特别大学。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文明里面，你说它再缺失的那种，因为人实际上做的事实在是比我们近代中国人做的好太多，所以为他们写的。不得已后来的行为是模式的，所以所有这些问题根源我探讨起来，一个是我们用的语言，一个人和自然的关系，我才知道哦，原来文明互相懂有三种人对待自然的不同的方式。一种就是我们没有人为的东西，人为的组织，人为的物品，人为的消费，人为的关系，它只和自然的东西相关，其实那就是原始。只有在这种状态之下，它假如是有创意表达，有哲学家，有艺术家，它的方式统统是用图形。我们有时候看到，我说，接近三千到五千年的，那个人类曾经，写出一个像笔画一样的东西来，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所有在接近三千年以前，你不是留下来的古籍，我们看到，不是陶器，不是一个图，也不是几何，也不是。甚至连人形都没有，所以后来我才慢慢了解，为什么我们找这种文明的时候，找这种图的时候，找到了一种是非常特别的，就是非洲中西非的黑人雕刻。
就是他那个图啊，怎么为什么和后来中西文明陶器发展出那个图形来是这样不一样？非常不像我。那个人那个雕刻，你说几何也不像几何，你说自然写实也不像自然写实，也不知道什么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人类文明非常特殊的一种造型，就是这种。后来我研究了好不下十年以上，慢慢研究，后来立体画出来了，对不对？抽象画出来，就是他们把。你们去过那个红马艺术，那个皮卡丘在那画画的，你看了好几次，怎么看都看不懂，这个到底和那个非洲雕刻关系在什么？为什么他抽象画的比立体画？后来再好好的把非洲的研究，慢慢用那个感觉去体会了，不要用文字。去说明它，体会它，思想的阳光啊，没有砖头，最后用土盖的那个屋子。再就是，把这些美国各大出版社的图片的说明，讲这些话，我发现他们也没有懂，他们没有懂，是我懂。我也感谢美国的这个，重要的大学都有非洲研究，对不对？我，这非洲非常重要。你看那个有那个旧金山，那个迪加米斯呀，那个纽约那个什么，上纽约那个叫什么博物馆，专门研究地下五六层都是非洲。去看，慢慢的了解。感谢上天，叫我知道人类文明里面出现非洲这种和出现原始是同一件事，任何文明都逃不过。什么东西呀？第一叫做感觉归复原。什么不是感觉的？线性的、技术性的、文字性的思考。就是脱离了感觉，你是往前跑嘛，到时候按着符号往前跑。那非洲人不会，非洲人会往前跑，他不会去发明进步，是不是？因为非洲人到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时候，大批到那边去赚钱的时候，那个非洲还活在今天前4、5千年。所以他们一看那个情况好欺负啊，什么资源都把他抢了。那个非洲人好可怜啊，你看美国那个黑奴，我看到那种电影，真的可怕，那个白奴可怕到极点。但是你说你骂白奴人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因为那个非洲人他自身不会保护他自身的，就是令人这样凌迟。如果做奴才一样，是不是？你现在就算你在美国你也可以，好，现在可以当总统，这也是不蛮对的，外国人进步的文明。所以这个文明没有想到影响了整个现代，是从早期印加巴人到北方。他从非洲找到文字线性思考逻辑世界里面技术发达的情形之下人类失去的感觉，所以你看你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派啊，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统统是这样来的，什么东西我感觉我知道我在哪，你为什么早期没有感觉？因为可
科学的上帝的概念上面，非主播的概念上面。所以后来我们看这种情形，把这个思潮发展到最彻底，就是毛主席。所以到六十多岁才写的那本书，他一个真正的艺术家。You can try to free yourself from every oppression. 要从各种压力里挣脱。可见现在他都没有，不是愤恨斯大林的，愤恨纳粹的。看这个书里面没有，我觉得那个是妨碍了艺术发展，他有。说叫他恨什么时代仇恨？他反而觉得要把自身生命找到，把自身的自由的可能，人本身的存在找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他那个十字，对不对？很可能也有基督教的阴影，但是那绝对是一个数学的问题，是第二个坐标的。可能他的意识里面就是把那三种人给结合起来，找了一个造型。一开始连颜色都没有，后来觉得那个他不符合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业务的套路，颜色一直加一点。后来竟然加到不直接用的黑线，通通用的颜色。所以他那种实验好学的能力，你没有仔细去揣摩他，你不晓得。你不能看他只是一个直线，不是这样。但你也不能说太夸大。他到美国之后学那个爵士乐，学那个爵士，美国人都把他夸大哦，因为美国人，我不觉得最后那个那么。反而是他纽约和那个黑白画中间的色彩变化，这是他的西方的潮流。那个在美国爵士乐影响再大，真正的艺术家还是懂得那个休闲，就是休闲的。休闲你怎么和林木兰比？所以很多那个艺评家，我觉得都不是十分客观的。所以你夸大他几何图形也不对，你夸大他爵士乐也不对。这个他自个儿偏偏整个过程都经验过。哎呀，很可惜，这个书都没有写出来。这个书我写出来的。我觉得今天我讲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他那个过程里，从他那个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颜色结构，它是结构的颜色，它不是单纯的颜色的，它结构和颜色统一性的处理，这是他天才的地方，超过影响力太多了。然后慢慢再把线条加进去，哇，使那个色彩更丰富起来。再慢慢把那个色彩要消除，变成线条，再把线条再简单化。你看他画什么叫什么，那个都是线条，海啊，那个颜色虽然有，就变得很淡，不是最重要的。后来他编的结构是什么？结构里面有等于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最早期的。最单纯的图书就是和那个Dostler 一个杂志一开始分裂的，可以和康涅斯基他们也分裂，可以和那个什么超现实主义分裂，他追求一个精确度、和谐均衡的，那一年是最单调、最不生动，但是是他的一个东西。慢慢的把颜色填进去，慢慢的把那个框框拿掉，是颜色一块一块，都是掉的。
超过这些东西，最后他在跟你五月讲的话，已经老了，你再进步，你再学美国人，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笨拙，但是会游戏，老了，六十岁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全部颜色的色块和黑白那个正方形、长方形这三个里面变化是大得多。你发现这个写出来了，有完一个可能不知道了。所以你们刚才说什么？你们怎么这边来？非洲的问题，非洲，什么的，非洲，非洲，对不对？所以非洲这个有两个原则，给我找到，和这个来所有这些来比，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间，就是现代艺术过渡那一段，那一段里面，毕加索占了一个很大的位置。不是他不是伟大艺术家，但是那个美术史上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他具体的把那个非洲做出来，但是那个画本身是没有完成，是他使用。我觉得那个画被夸大成这样，就连媒体啊、评论家啊，他没有。那比较说我不大喜欢，哎，但会做生意。任何人去挖掘，为讨好众人，为应付那些现实。你看他老了六十岁到其他的20年，一天到发生的气，这算什么艺术家呢？这个是不是这个不对？根本就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他爱好那些现实。西班牙就是这样，你不能把西班牙和法国来比，是不是？西班牙的风格就是那样。你就和他来比，那特殊的法国风格就是和他不一样，就是在留守的音乐里面，我就是要讲法国，和你德国法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音乐不一样，不是随便不一样，我发挥 emotion， 它有一种 atmosphere， 它是指的一个背景，我们是活在那里面的。然后你对听德哥这里也不懂得这一点，不懂得那个气氛背后的背景，他的技巧我搞不清楚，所以那个 color 是法国人的特色，音乐的特色。德奥就没办法，德奥音乐从背后在流行怎么着的，所以所有这些东西。讲不完毕，使这个欧洲人懂得非洲，就找到了人的真正感觉，不再受这些天主教的贵族及科学的东西这种压迫限制自由。但是你自由了，你会不会创作？你考验欧洲人，这个被欧洲人找到。后来我在想。你真正有感觉的时候，你就是艺术家了。真正感觉到，对不对？很强的内在力很强。我必须坦白告诉你，我实在是不知道。那种自然对你那个冲击，就像我说小时候看到石榴树上挂一个芽，什么天天绿色，对不对？哇！我一看到好像天津。之前看到天崩地裂一样那么严重，怎么有这种东西发生了？有东西发生了。尤其我在北方，那个在北方冬天刮那个西北风，我们小学生去上学啊，你不能正面迎着风走，那个脸都受不了。像道士一样，
我们都到了，到了学校那个墨水都结冰，结冰放在那个炉子上烤，一烤就爆了，对吧？家里，对，我是童年记忆，真的，我讲一下，我说我童年记忆都是和自然相关，不是什么亲情。像我们没什么亲戚，母亲啊、父亲啊，我不是很，我爱到还有老阿姨啊。我台湾话怎么讲？还可以听吗？可以啊。不行。所以这个。自然的这些问题，你就知道当时皮萨罗他们，你不能那样，你看他画风景画的，跟那个蒙内他们啊，虽然现在看起来那个太简单了，但是在当初他们对他们来说，他还能解脱呢，是不是？所以不要太注意这个文明里面形式上造出来的结果，要懂造出来结果那个人的感觉才算。为什么你没有感觉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独立思考过，你从来都没有感觉，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你真正有感觉的时候，他们监督的，对，那个造型是瞬间通过，这是我从非洲得到的，就是你还没有感觉看到东西的时候，随便。卖牛一样，一旦看到那个东西，对不对？只要你那个机缘好，你就找出一个图形来。那个图形可能是一笔，也可能是一个图，也可能是两笔，不知道，你才是好。我就一个在中国一个书法家在读，尤其中国书法，这种情形表现的最清楚。所以后来那个阴阳白后期，那么多。爱好日本服饰和中国书法，就是这个人。一看怎么，简单的几笔可以打动他，连日本服饰卫都被打动，反骨他们都被打动，所以。对这个人类本身，你真正的要恢复到那个什么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要问到人，统统是一样的。所以欧洲人间找到他瞬间统合的图形，什么人做出来的？现在会画，尤其巴哈，奥地利。稍微早一点就是未来大呀，朝鲜民主主义啊，那什么，很多很多，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按照欧洲或非洲的感觉和瞬间统合的那个能力，制造图形的，都正在把握。最后一个就是做结果，为欧洲人做。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懂这种情形。所以你说中国文化，你随随便便就按照五四运动，按照秦始皇的话就断定大家如何如何，这个太可怕了。因为西方人很清清楚楚，他追到几千年、四五千年，他才找到感觉呢。懂我的意思吧？你说真正懂文明，按照世界来懂嘛，按照人类来懂嘛，不要锁起来。东切西切，我懂了，就是白痴。所以你真正打开门来了，我告诉你，随时随地都是衣服。你说我们考虑怎么办呢？这个就是在文字里面，你真的是被限制，带什么？你说怎么样子使这个人从文字里面可以打开来？
用来说是咖啡豆，对于我来说是靠彩陶啊。我看到我的彩陶，原来彩陶原始文明是那样子的话，那个彩陶竟然在中国四五千年之久，从那个最早期的裴林岗一直到洛阳、西安这边的半坡和那个料理沟，炸到最高。而且那种图形里面已经相当的这种广了，换句话说已经在那个图形和文字中间，所以这一段情景假如我们不弄清楚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释象形文字后来技巧那么高可以继续完成那么多的文化，不可思议，至少是宋真理学吧，至少有魏晋国学吧，就算到了清朝还有那么多会画画的人，魏晋到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才在把彻底改了，这是很危险的情况，你 学西方没有用、哎、你要真的懂西方才可以，所以我在下这些功夫你知道吗，都是给五四运动逼的，五四运动把中国改一改，乱七八糟，一个艺术家也没有，一个诗人也没有，一个小说家也没有，那个都是去讲故事的。好了，又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现在的大陆的中国人根本不是从前的中国人，他根本是变质以后的，脱胎换骨是另外一种中国人，在我来看。你看他们的普遍的行为模式就知道，哪里有像我们想象当中，因为我们去过北京那么多次，对不对？你看那个老先生，他再顽固保守，你看他那个态度，很优雅，很慢吞吞，是吧？没有了，那个中国人没有了。后来我们尤其我们去北大了，对吧？北大做的书工是，一看阿廖化的，那种想象力都消除殆尽。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才迫使我一直搜集大部分的考古的资料，找那个根源啊。我真的找不到。对，尤其有上次那一本那个马家窑。真的，那个全世界印的最好的一本中国菜刀，台湾有办法那个没有，网络上也没有。哎呀，我这本被他们丢掉了，我都不做乱放了，看完就乱放乱放，没有。我好不容易找啊，我说好不容易找，好不容易找到，大家有，你在甘肃新那个西安。这一条线黄河中下游啊，这一条、啊、一直到庙底沟，哎呀，那太漂亮了。所以很多人读了我的书之后，说：“哎呀，那个紫先生古代那个图有那么重大的意义吗？”你怎么回答他？你用文字现今文字来看那个没有文字时候的图，你当然觉得它不够丰富，不够漂亮。没有真正线性的技术的逻辑的发展东西，讲这句话对我来说根本没有理解。只要你懂我这句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点什么。很简单嘛，他反对西方的那个古典的浪漫的很优雅的。跳舞的那种东西很讨厌的，哎呀，一块一块颜色都不到你眼睛，什么意思？爬耳朵。所以我们看艺术的时候，你不要只看那个画，你要知道那个人。你跟那个马蒂斯坦早期画很多东西，马蒂斯坦还是算特殊的吧。像那些什么
到的，我都要平面装饰什么。所以就我跟今天就记得我昨天画画的，哎呦，一天忙的是不容易，这种画什么到不了，我甚至就会画。它是装饰性很平面，但对他们来说，那个技术上的表现上是创新的、个性的。你看到它的样子，你比照它去做，当然是有意思的。现在一般国人、国中生都会画。所以文明帝前后了什么，这也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个文明里面那些技术性的问题，担心到我们没有力量，生命力消除，感觉消除掉，我们才会甘愿找那个真正的感觉和那个瞬时通和创造性、原创性高的人的本色。经过这种东西，全世界都有第一。所以你们回去一定要去找那个彩陶，从那个甘肃一直到洛阳。这样的，你往东南沿海这边有产，你往。那往西南大西那边有没有那么代表性？就在黄河边上。结果我们一旦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有一个时期在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图形已经进步到精确的图形，而还不是文字的时代。我发现那里面才有我们现在讲的叫做意象逻辑。意象逻辑是什么东西啊？站起来吧。变成线性的意思就要求它精确化，
艺术为什么在西方通通解决化了？一样的。艺术为什么从前是模模糊糊一个阶段？有没有？像超现实主义的什么，甚至像什么极限啊什么，其实都是很模棱两可的，都清楚。所以，只要你把图形变成有准确性，其实是一种方法，是一种线性逻辑，这个叫做 epistemic。但是我们讲到 epistemic， 由于不只是垃圾，其实就指的数学。那这件事情我们要分清楚。那你说中国人讲到方法的时候，是不是有数学的关键在里头？没有。那西方的平行文字发展比较成功。那么你说这个有没有图形从那个马家窑西安半坡往前数，它有没有变得精确化？当然有。这个精确的原因和内涵，决定了我们象形文字如何传下去可以有用。那没有这种的时候，象形文字应该在纪元前三千年到两千年之间被消除掉。全世界是这样，没有什么例外。所以当我发现这件事情，也吓一跳。按照从高山这样来这样去，全部喜马拉雅山往西，通通是平行的。只有广东我们这些地块，东北亚、东亚、南亚这一块，连中亚都不到，它是象形。所以这个象形文字本身有没有这个精确，当然有精确化。但是这个图形的精确化和平行文字是相同的，因为图形变成两种文字，对不对？一种是平行文字，一种是象形文字。那么为什么这种平行文字变成数学一样、逻辑一样的精确化？为什么我们没有？不知道。就是中国人在两千年、三千年的时候，有一批天才坚持用图形造字，换句话说，用图形思考，用图形去知道问题。虽然后来变成线性的，相信文字是线性的，也是往前跑，它背后是图形。我们没有失去那个，全世界很少有的整体，看什么东西看整体，看什么东西能够凭良心，看什么东西讲天地。也许你们觉得这种很平常的事，在我来说不是这样平常的事。你为什么不用上帝？你为什么不用算术？懂我的意思吧？你就知道那个王阳明是多么重要。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哲学概念，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个代表的一大片人类文明，是一个他所找到的一个 K， 所以像那种都是一个 K 的。你说从哲学上，你看讲王阳明这两支什么三之间合一的嘛，对我来说那几个字不重要啊，那个人才重要。换句话，那个人没有在那个图形大的世界里面整体看一切的时候，怎么会把外面性通通排开讲良知呢？反而外面的性是根据你自个儿的那个良知。问题是说，我良知你说得清楚吗？有这个意思吧？所以中国这些是困难的，太难受了。所以有这种偏告，使得中国这个象形文字的逻辑性和这个精确性变得不可能像西方这样直线往前走。它这个 Kindle， 它是个 Scratch， 它是个解脱。换句话说，中国式的意象逻辑
方是数学和这个逻辑。中国这个逻辑叫做意象逻辑，意象逻辑的意思，它是个结构，而不是一个算术，不是一个推理。那么这个说起来怎么去做，怎么做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了三个结果，历史里的结果，我们知道又按照这个往前推。那个结果是三节，我们讲过了。最重要就是这个词，次要的这个三号八卦，再一个实行起来就发达，同行义整个政治、宗教、教育，这个里面，在中国人没有这三件事情的时候，我简直不能够想象，那你乡里面是怎么走，乡里面的文化怎么往前跑。我们今天生活里面靠什么？王阳明拿什么来讲梁祝？是不是？朱熹按照什么来写他的四书？这真正这也不是所处的一个东西而已，它是个基础。基础一定要还原往前走，包括整个过程，造一个新的出来，说在你的哲学。结果这个哲学又不创新，也没有好好的方法过程告诉我们。你也不知道你的根源在哪里，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哲学？我想不通，到处都是。所以，假如说我们懂这件事情，你看，这个天现在是个字，对不对？从前应该不是这样写的，从前是个图的。这个图原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后来变成类似像这样的。这个图的意思就是比原来的，你可以这样写的，差不多了，可是他儿童画一样，那个天哪，就是有人。其实他不是讲那个，他讲那个大，比那个大还大一点，上面多一点。其实这个在当初来说，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像这个马家窑。换句话说，中国人那个图的逻辑，他是把图精确的画。换句话说，是把当初那个天的图，用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式把它画。但是用更精确的方式表达原来那个图。也不是现在这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字来说，这个图不是像这个线性一样往前推理，它不是这样推理。这个图怎样？它这个图本身里面包含三个要素。所以和那个西洋皮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它有本体的对照，换句话说，它有一种绝对的可能性。另外一个，但是它是这个绝对可能性的一个符号而已。这个绝对这个符号，但是是真。是那个很大的、重要的、正面的那个人。你说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也不晓得。换句话说，我们懂非洲的时候，应该懂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人和自然相关的时候，那个气氛、那个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就是你一个人。中国人有天人合一，我觉得天人合一没有意义啊，因为一天跟人分开就怎么合，是不是？你真的是一个人就合了嘛？男人把天分开你才合，谁和你合？我是天，我就跟他合。
是不是？一个人那么烂，我怎么可以说？对，那种弄出在天人三色，那个不是好的东西的。但现在变成我们的骨头产，我觉得好可惜，我得把它改。我觉得应该叫。按照这个天的这个图，当时我们指马家窑到洛阳这一带，那个图的状态变成这样一个字，变成这样一个字的中间的那个过程，它是变成一个精确的图，这个结构。而这个结构的意思，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天，有没有那个意思？有。为什么会有一个一个人站在一个，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到什么长江大河啊、高山仰止啊，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一个人一个宇宙啊，你们那个经验也没有关系。像颜真卿那种就是一个人一个宇宙。我不管你人间如何，你杀我也好，你骗我也好，我走我的路，一直一直。那种气魄不是，颜真卿那个字那个气魄不是普通人可以了解，可以比得了，比不了。我不允许自己很像颜真卿，胖胖方方，东东正正，但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很稳定的。所以这个字和其他的字太不像了。从颜真卿的字，我们可以推到大篆，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原始的图找出精确的楷书时代的真正的篆的图。因为我懂这件事情，我可以把大篆和一个颜真卿正楷的字好比说家庙碑，颜真卿大学，这是老晚期的一个代表作品。要么就是麻姑山，啊，我就三个吧。一家是原家庙碑，麻姑山，还有一个啊，双份，可以，双份。你们清楚吗？是那个三个，这三个没关系，三个代表。所以这个里边，它指的是一个人一个宇宙，一个人一个宇宙的意思。其他这些人都是我的班的人，就是凭良知的，我勇往直前吧，死掉就算了。他明明知道去和敌人谈判会被杀掉。连疑问都没有，连什么告别都没有，就去，就去死了。对，像这种，中国这种类似的这种事情也蛮多的了，大家都把它当成故事讲，那不对。话说那个东岸党顾之墨，东林党嘛，东党，李应臣反。死掉了，颜真卿，还有什么？记不起来，都应该帮他们写的书，我应该写。所以这个图里边，它有一种绝对现实，但是中国人也了解，它也是一个符号，但是我不可以把这个符号单独列出来。因为把这个符号单独拿出来，就是设定了。你把这个人当作第一设定的话，那到中国什么都没有。因为他没有把人当作第一设定，所以我们现在写的这个人，当初是这样写的。换句话说，人是另外一个。是小的人，就是我们的侧面，
中间穿那个衣服。就是我们讲普通的这个人是小的人，真正那个人是一人一灵的，是那个绝对。所以呢，他不是一个单独的符号，他有一个成关系。只要你把单独当做符号，就是后来文字里面这个很清楚。所以我们讲的，如果那个人不是普通，我们讲的这个人，像耶稣一样，跟像那个上帝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他实际上来说，他还是我们这样一个个体，还是一个人。只不过这个人要面对这两件事情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才是我们一个具体的人，懂我意思吧？假如是图形不能够精确的转换成一个人的结构的时候，这我相信就没有了。之所以可以保持下来，是说我们有能力出了一批人重新造了那个图，而且那个图变成一个精确的结构。那个结构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没有人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来看它，明天我们说的人是这个人，所以当初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人，因为什么？他本身也是符号，他本身也是这个。好了，这三个东西变得非常冲突，非常的不清楚，暧昧不明。在中国人来说，那是最好的图。你又是你，你又是上帝，你又可以根据你的设定去发展你的世界。我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意思，当然我没办法这样确定。看那个当初的图和后来的应用的方式，和那个历史演变里头真正的中国人的那个人，和颜真卿这种人，我是一个人，但是我要服从于绝对自然律，对不对？因为我只是一个符号。其实我可以死掉。假如你觉得你是那个上帝，你应该去死吗？懂我这个意思吧？为什么西方也是一样？很多人都从容就义，因为他觉得什么？我只不过是个人，这个人如果整个文明里面宇宙里，我只是一个无所谓一个符号，所以我可以顺应上帝的命令。一个那个科学家、天文学家 Bruno 就是烧活活烧死了，他是第一个天文学家被烧死，神木来神木回来。所以那种情形里面，那个心态啊，那个图形呢，那就是一个精确的图形，那个人里面是一个精确的结构。假如你现在有能力设想你自个儿，那个内在的复杂度、那个精确度，把它用文字结构做出来，我相信就是这三个。把这三个把它更具体化，这个就叫做天，这个就叫做，这个就叫做人。换句话说，那个。真正原来这个图形里面的这个人本身的真正意义啊，用文字可以线性的精确化说出来，是绝对符号和人的符号和人的存在的，就变成我们现在讲的天地人。但是地是个符号，天指的可知，最具体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不是讲天地的，书经也好，易经也好，还是老子也好，就是天人，人是没意义，但是你要复印两个你所造出来的概念的极限，你最高的就是
个人可以知道的总统地理，你必须在这两个中间，你才是真正的国。什么意思？精确。什么民主无民主？卢沟也是这个意思的。卢沟是自然的野蛮人，是不是？所以，既然是天人地的，这个人才是中心的，这个天是不可知的。诗经里面说的很清楚的，天不可信，成事在人。他们朝廷里面开会，那帝国说：“那你为什么要相信天？”周公想要去占卜，但是说不是周公，毕公想要去占卜，周公要通征他，要不要通征啊？怎么去决定要来占卜？因为毕公叫他去通征，因为天不可信，成事在人，看不懂。你看和颜真卿是一样的，那个周公啊，和颜真卿一样。所以有许多的事实证明，就是人的内在是这样一个结构，它不是像西方这样，是可以在自然里面享受青春的希腊人，也不是面对上帝 I'm a sinner， 也不是这样，也不是像面对科学里面 in reality 很个性，根本通通不是这样。真正的中国人是包括这三种，但是人在中心。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设定住天地了，我们设定住天地，更早期来说就叫做阴阳，我就听到天是阳，地是阴。这个人就从属于你所知道的这两个概念，一个是最高权威，一个是你可以控制的。好了，这个人可以停止在某一个状况里头变成绝对的样子主体吗？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两个概念，清清楚楚，毕竟我是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东西，多见戏子里面。所以这种情形里头，人既然是知道这两个东西的主人，这个人就不可能像我们立在地上不会动的，这是不可能的。就像西方人英雄，英雄就不动，耶稣也是一种英雄的，他要涵盖天下。你中国人讲的是中国人是哦，我听命，我可以去死，但是我不是英雄。从这一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固定的人，也不动，不是这样。他会往上跑，就像孔子讲一样，下学而上台，就表示说他懂得易经嘛。他懂得中国人从图形变成那个周朝那个人可以从容就义的这些状况里面的真正一人一周这个人呢、啊？但这种情形，等一下我昨天写的书里头啊，怎么样去说服他人，我就是没办法。所以我只能说，这个人知道这样子两个概念，他就周游在这两个东西中间。要么你下去，要么你上岸，所以这三个是串联到一起的。换句话说，天也没有真天，只要有那个天，就落在你的身上。换句话说，你是活的，你有生命。你可以有理想，你可以创造，所以那个天就会变成人。你会创造，你就制造很多产品，甚至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当我讲这种地方，我是很怕的，
因为按照上面我们这样说，人被制造了二元，一个天一个地，一个空间一个时间，希望是一样的吧，一个阴一个阳。人靠什么来发展我们的现有啊？靠二人啊。所以和这个来比，你看这个都是二人的，一个对一个，这是完多啊，这是科学的，我们叫做当然是科学是吧，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和你有关系啊，所有的问题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但是你说西方有没有三元？有啊，他不知道上帝的，但是有上帝的时候不是三元的，那个上帝是唯一的人，是绝对绝对本身，他是一元的，懂这个意思吗？假如有上帝就是一元，假如有推理有限定逻辑就是二元，只有中国人两个都是，但是我包括二人，因为我可以创造对立，我不是停止在对立，我不停止在我自身一样，我周游于真正的天地宇宙之间，它是个三方的。换句话说，中国人本身这个它是个猫身，你说西方人上帝的，我觉得中国人才真正的 power。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敢讲的。王瑞安说他自身经历，他自身的生命力，一种叫做 pure wisdom， 一种叫做 denying wisdom。换句话说，一个是他可以周转的高度的影响，一个是他自身可以创造的艺术。他周转在其实是指的三个东西，真正可以说明盲目的 pure wisdom 和那个 denying wisdom 教训。孔子说的最近下学而上达，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哪里有我那个东西？扣西两得二皆也，哪里有停止？既不是我们讲的个体，这个个体也不会停止。你说周游在宇宙里面，那个人才是中国人真正的人。换句话说，真正的人是在这个三个领域中的外面，这个太难说明。有这个意思吧？西方为什么这样进步？他二人呢？因为我一种跟一种，因为什么？他把人打开了，不可以把人交给上帝，那上帝是假的。中国人清楚啊，上帝名分是我造的，文明也是我造的，总统也是我造的。结果这个真正的人是周游在天上地下，下去要上的。所以那个人根本都不是一个停止的点，根本都不是。你假如一样说他是个什么东西，这个 creative power， 你知道？所以讲到这点，我就很感慨。我那个宗师汪东文先生，他很会讲这一点，但是他讲的是一个宇宙问题。Creatively creative creativity， 这是你说的空间吧？他说明，我听起来哦，好漂亮。这个叫 comprehensive harmony， 宇宙里面一个巨大的和谐。试问，你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你是知道这个人和他什么关系？你讲这个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你，你知道那个概念而已呢。你说人会创造
个创造那那 creativity， 不是那个宇宙的创造，你哪来知道？你哪来？永远没人，人永远不知道，爱因斯坦也会知道你。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可能有一种单一粒子，那单一粒子充斥在整个更庞大的宇宙空间里头，但那个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只有靠我们那点知道的粒子做这样的现象的解释，对不对？对。那同样的，你说啊，宇宙是个创造体，大家解释一解吧。那是不对的，有缺陷的。你已经在意再生宇宙，你知道的那一部分，像量子力学一样，绝对不是那个牛顿那个宇宙自体的东西，我们更不知道。所以，这个人一定往上走，但是你有创造力，一定往下走，你不会停止的时候。你这个人才是真正存在，但是你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 power， 哇，懂我这个意思吗？你笑了，你懂？是不是？当我们接着到山头上一看，哇，高山仰止啊！至少那一刹那，你是不是人的那个人了？至少那一刹那。只不过有的人不肯放弃那一刹那，坚持到就是谁，所以你下站来就办公了，放掉了，是不是？但你在休息。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休闲，就是那个高速度、高科技、高消费，每个人都设法提前买一辆车子。放假周末带着老婆小孩到垦丁去，人家问我，我说你不要小看当今垦丁，他在去找上帝。因为文明人在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他说休闲而已。你说他休闲当做上帝，回来再去办公，你问他那个有没有错误？是不是莫能奈何？文明人是不是这样？都走出了单行道。你看，这个千年、两三千年之后的人，知道这件事，造了这些字，提供了我们这三个观念：一个天，一个人，一个地。靠这三个观念的周转，我们才有三八卦的运气。有了这样的人相关的天的观念，我们才有后来我们这些良知啊，统统这样来。最著名的就是礼乐，最著名的就是孔子伟大的。你说这更伟大就是老子，老子不是吗？人在这里面呢，他在这里面跑，才是那个外面真正。人不是人的那个人，那个叫做自然。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又是一个人又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面临你自身的矛盾，你就是解脱。涅槃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死掉你就解脱，死掉什么意思？你在矛盾里。明明在矛盾里头，但是我已经没有矛盾，我把它整个包含去了，下学而上学。无论如何比佛教好一点，是不是？在中转于三人之间啊，还懂我的意思吧？拼命第一次讲吧，在给社会人学习做一个，我不敢讲。想到了也讲不清楚，现在被逼迫一定要讲清楚。中国人那个人就是不是人的人，你不是人的人，你就是创造上帝和创造那个粒子的人，particles，量子分量。
你把中国人放在那个上帝和方量子中间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一个结论给出来，我可以再写一下。还有一些吧。哎，抱歉，很乱的。其实我才写的漂亮的，但是你心里面很激动。那个是国旗上。啊，是吗？讲良心话，既然讲是人类的一种福音呢，不是普通的事呢。我花一辈子去了解，所以科学是数学的，是逻辑，是线性，就把人排到外面。对不对？他把人排在外面，换句话说，他就是指的是部分的自然。因为他把人排在外面了，也不是完全排在外面了，有0.00001加进去的，量子力学就这个意思。人家不看了，要实验。你把人排在外面，你就得到了很精确的部分自然，这叫什么？这叫做表象，或者叫做现象。这是西方科学的最大的贡献。你没有办法驳斥它，它通过数学描述的自然是假的，对吧？它是个事实。这个什么事实是部分自然被人造的事实，对不对？所以它对自然不完全的时候，对人也不完全。换句话说，它自然只有部分，人只有部分人。离开人就是离开自然，你部分的自然就是有部分的人。但是自然的现象的精确性你没办法保证它，至少它得到了部分的自然，这个事实。你看我们消费者你就知道了，你怎么推翻它？你用哪一种就不一定，不是一定。所以哇，今天太辛苦了。对，你看中国人，我们是用图，图是一个不精确的东西，但是我们说不精确的时候，它是个意象，没有错，是相对于这个精确来说的，这根本没有科学力的东西。哦，那中国人你文化不得了，你看东南亚、东北亚什么，统统是象形文字，后来才改成变音。所以我们这些意象当然不精确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制造对象物的精确时间，我们没有制造一个科学时间，所以我们那个人永远通通在自然里面活的那个人，没有离开自然就没有离开自我，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中国人就要把这个不精确的自然在人身体里面去操作的时候，我们最后刚才讲的那个社会里面，那个意思是说，我们面对自然的时候，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个很精确的人。自然是不够精确，不够完全，但是我们知道的那个人是很精确的人，因为我没有像你对待一个粒子一样，一定要找出它的位置，一定要找出它的方向，才懂自然，这个你懂吗？
但是我们在自然里面确定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是三元确定。我们是在全世界用冰印文字二元文化以外的世界里面，我们控制了你们的基础。我们那个时间空间，只不过这个时间空间是自然里面的时间空间，不是一个康德讲的一个对象物感性的时间空间。所以靠这种三元的精确性在自然里面，我们得不到完全的自然，但是我们得到可能是最大可能经济的人的本质。因为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没有科学，我们只要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 picture。 但是我有能力把那个 picture 做成一个 structure，我就在那个 picture 里面按照那个 structure 这样活，你再知道那个颜真卿是干什么的，你再知道那个孔子是干什么的，礼乐是干什么的。他假如离开自然，那个人就没有了，是不是？就等于是那个西方人离开上帝，人就没有了，必须跟着科学走。和中国人来说，我们也没有上帝，也没有科学，我们只是一个自然的图。自然的图里面，我们也不了解自然，但是我们可以按照自然来解决我自身的问题。比如说，我可以知道上帝，我可以形成总统府教育说地上物，这是我们所谓的问题。所以，这个三元就是在那个。天地地地之子，我们人造文明嘛，在中国人来说，所以这两种情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你有精确的部分自然，你没有真正的人；我有精确的人，我没有精确的自然。当这两种没有，不是我说。有精确的自然而没有精确人的时候，那个人也是个设定。你没有精确的自然，你有精确的人，相对不精确的自然来说，你那个精确的人也是一个设定，懂我的意思吧？好了，一个是拼音文字的终极的设定，一个是象形文字的终极的设定。只有这两种工具合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和那个物，就精确的物的精确啊，跟人的精确啊。你要知道，假如你真正懂这件事，你就知道中国那个历史啊、文化要重写，都要根据2003年来写。西方历史不要这样，因为什么？它是一段一段，它是科学，它是数学，切开切开。但是它切开没有关系，它一直革命啊，一直变化，一直变化，非常到今天，把极限出来，就是二元的数学的科学的线性的世界告诉你，对我来说已经到了极限，最明显就是那个。消费品的手机，你不可能再制造出什么花样来翻新，对不对？好，那中国人也是一样，我们那个人永远在自然里，没有离开过。我什么都是讲自然，这是老子的好规矩，老子确定。幸亏一个孔子帮忙他做了很多事，填补了很多漏洞。这个漏洞的结果，我们得到了。精确的人，老子给我们的不精确的自然，所以刚刚好，这两种不精确的上帝和不精确中国的自然是一回事。
精确的部分自然和精确的，我觉得是人的成功的，不是你那个心情得到的是你的成功的，应该大于西方的物的精确性。所以我们中国人去学科技很简单，先学会。但是你叫西方科技人懂中国人的道德感，那是不可能的事。什么意思？就图形问题啊，自然是个图啊，整体的、啊。你把那图消掉了，你就活到二元里头，不是上帝就是科学了。人都是很矛盾的，他那个个性都变得很跟独立独怪的，所以那个一天到赶那个跳舞，从那个 disco 跳舞。Street dance， 从 Street dance 跳什么？现在什么？他好多现在好多那地板舞啊什么的，也得改的啊。但是改的形式而已嘛，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二人的，都不确定。对中国人唯一比他好一点，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我们有机器物人的全部自然的精确性。只是我没办法了解真正的全部自由，所以除非是中国人的人的精确和西方的物的精确合到一起，才更近于那个自然的精确。懂我的意思吧？我告诉你，这个量子力学就是这种结构，一定要把那个人的因素和那个实验机器设定的因素二元加在一起去，不要把人抛开，总共不要把人抛开不知道啊，他能够上去研究，只要把这两个都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到更准确的单一粒子的真的自然，懂我意思吧？所以假如整个我们看整个人类有什么问题，假如你真正懂西方，你把西方的精确拿到，你真正懂中国，把中国的经济拿到，哇，那个将来人感情力太强。讲良心话，我的专业力量就是这个东西。哎，我要讲清楚啊！哇塞，哎呀，不累讲的，哦。文明求和的就近之心，但人类有两种情绪，一种是物的情绪，一种是人的情绪，必须把人的情绪和物的情绪合到一起，才是自然的情绪。人类讲的，除了这一条路，不可能有三条，所以我们没有想到量子力学里面最后就走到这样一个结果。必须要重新考虑人在粒子里面实验的时候的人的因素，你必须要重新考虑怎么去撞击的实验的速度，把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可能那个粒子的观点都会改变。但是唯有在那种这三个因素通通加在一起，你会找到更精确近于自然精确的粒子。但是我们一般方式和西方的是不可能的，你根本就没有人的精确性，你精确性只是用左边和右边说你符号的哪边，左边你不知道这个假设对不对，不知道如果是印象不行，但是右边比语言文字更前面，只有这种状态，你左右合起来，你心里最完整的大脑。啊，哦，呼吸困难。啊，今天第一次讲出来，人类影响的将来。我相信。
全世界不可能把这些讲到这个讲。